兄弟，奔跑吧音乐，欢迎来到奔跑吧金唱片销量争夺战现场，让我们用掌声欢呼声有请第一组歌手郑恺 Angelababy。 从战歌谢谢大家好，我们是凤凰变成传奇之前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歌手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。每一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和你分享，当拨开与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快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砂锅肥牛。我是砂，我是锅，我是肥牛。你们像是连连带着大舅二舅出来唱歌。他大舅他二舅都是我舅。我们没唱够，还能再唱一遍吗？不想听了。check 哦，哎，谁？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歌手带来的表演。夜色是伴着我吃的是不是心温润太远，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，醉梦含混，无意追逐，无法止步，热度跑为了我。All I wanna do is hold around， 我的心在笑。
哎，这个有点区别对待了啊！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歌和人家的歌怎么不是？人家是专业歌手，我专业歌我的手，人家给你这歌能完成，就是。哎，你试试。我们要学一下。来，唱跳啊！没有什么不能的，唱跳结合。怎么的了？这是。怎么唱来着？夸人中，一下就垮台。来，让正经的这个坤坤教我们一下，就是那个副歌部分的那个。轻轻的一个吻。对，哎，少唱，漏气啊！漏气。那第一个动作就是，你轻轻一个吻，吻的时候就是放到嘴唇上。所以就是往上提两下，一、二，往前走，然后稳。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陈哥可以的，开始了。你轻轻一个吻，一个吻。你是扭秧歌。差不多。好，下一句。然后 ，wave。一个肉，一个肉，一个肉 ，wave。行，你现在有点紧张，现在这块，我就找我被咬的那个感觉，我疯狂的哼，被你做出一种很油腻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金钟岩，这段你来，对，这段可以，这段从这边开始。好，然后第三个气氛开始升温，气氛开始升温是。气氛开始升温啊！来，郑凯，怎么来啊？就是空 and 擦 and 空 and 擦 and 哦，哎，可以，凯哥是主舞，那个肚子那个扣没开吧？那个没有，好。然后危险，为什么是这样？是因为这有个悬崖嘛？危险有吗？又迷人，又迷人。我们俩来，我来危险，我姐迷人。可以。你来一个。危险又迷人，危险又迷人。别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水了。你怎么也得危险又迷人，你得做完。林子，观众这一会儿刚眨一下眼睛，你就过去了。好，最后的一个，你把那个收尾。最后你把尾收掉。尾收掉啊，好吧，我把尾收了。好，连起来了啊，来，准备。嗨起来，同志们！哟，你轻轻一个，吻，可以的，其实不是热，主要是臊的话。我很自信的啊，是我很自信。非常感谢三组歌手带来的表演。今天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别的知名歌手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。站着，温暖的大地因为脆弱的掌声而成长。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而困着，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。除了灯以外，我还能看见什么？除了光以外，我还能要求什么？除了你以外，还能依赖哪一个呢？哇哦！在千里以外，但呼喊的是什么？在百年以后，想回忆的是什么？在离开以前，能否再见那一刻？记得。选择
这个衣服的颜色，我有点兴奋啊！哦，这样已经实力有点强劲了。欢迎李荣浩老师，哎嘿，大家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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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边那假人是，哎，我干啥？模特嘛。模特。哦，假人没有问题，但是假人穿那个短裤和背心实在是有点太草率了。没有 ，MV 里就是这个颜色。不可能，我是一条长裤。MV 成本这么节约吗？不是节约，确实是挺节约的，但是没有到那么节约。有请下一位歌手带来的表演，欢迎周深。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谢谢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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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不敢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好听了，不是那个音乐老师，真的是唱的好的就放整段的，像我们都是伴手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，挺好的，歌坛这碗饭吃不了。有头有尾，我们的都伴手。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，哦，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哇，如果你想换个颜色也是可以的。感谢节目组对一个老同志的照顾。老同志，我这唱歌不行了。带带你是不是？带带我呀！真的，刚才周深唱的时候，我一动都不敢动，怕打扰，打扰他一点点的瑕疵。不会的，人家的基本功在这儿呢，你打扰不了。我很期待你们的人是谁？那我们俩，我们作为帅哥靓女组，不能再加人了啊！你们不是美女虐送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外援吧？虽然我和 baby 我们俩唱啊跳啊接家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，也需要一个。有请最后一位歌手带来《万有引力》。天空的天慢慢
天的风景，秋季的下一场大雨，我让自己在雨中穿行，收集每一个点点滴滴，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，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，每天拿着苹果像定律，可爱到连吃饭都忘记，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像是深奥的问题，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，牛顿说我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，欢迎欢迎我们队的汪苏泷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刚才特别怕你这首歌唱完之后我们这都脱光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伴着你的歌脱了不少衣服。再次欢迎李荣浩、汪苏泷和周深三位歌手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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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作为一名歌手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唱片的销量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成绩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金唱片销量争夺战啊。金唱片，我也是歌手吗？对，今天大家都是歌手。谢谢谢谢。根据衣服的颜色大家应该清楚了自己的分队，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，今天实际上是个人战啊。个人战啊？对，明争暗斗是不是？是因为料子不够就做了三个色儿，是不是？颜色不够。哎，就我们好像粉红队干一点。干啥意思？干啊，衣服干一点。对，凯哥是透明队的。我跟郑凯一个是大师兄，一个是二师兄。今天销量前三名的歌手将最终会获得由冠名商 MC 为大家提供的奖品。每一位歌手今天会有一个起始的唱片销量，是通过抽 CD 盒的方式来决定的，进行抽取你们的唱片销量。我这不是个小数啊，不是个小数。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，其中有一个 CD 盒里藏着一张贴纸，上面写了一个空字。如果这张贴纸在你身上超过一个小时，我们会扣除50,000张唱片销量，放到我公共展示里。天哪，总共就卖不出50,000张。所以你们要偷偷的把这张贴纸传出去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现在已经有一位成员持有了这张空白贴纸。不要碰我。好可怕。我准备一会儿就光着膀子，谁一碰我贴东西马上折。一小时倒计时现在开始，重燃第一张贴纸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20-30分钟了，所以第一个人比较着急了。麒麟是不是酝酿呢？我酝酿什么？酝酿怎么贴你俩啊？这只有我们就贴司机啊。我给你摸他，哎，别碰我。这可能所有人都跟身上有狮子似的，全是这样。全这样。不要不要碰我。完了，我得防着点你了。他平时就老爱搂我肩。不用防我，你盯着凯哥一点。咱们现在这车刚开出去5分钟，已经开始内部出现不信任。咱们把兜都掏出来呗，我觉得坦诚一点吧。你看我这是没有啊，你们呢？你们呢？没兜啊？没兜？什么就没兜啊？别瞎掏，我们不想掏，不掏。你不想掏？不掏。你有点不正常。嗯、不是在哪儿呢？麒麟，先拿出来。拿啥呀？手拿出来了。你看。兜到了，行，你别扒死我。哎，到了，哎呀，有问题，哎呀，你有点不正常。麒麟呢？
欢迎大家来到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泳池。不是，就会暴露。哇，对，说了不是飞影，翻下去。这个我看过，跳水牛蛙啊，又是这种。我先感受一下那个坐在那儿的恐惧。哇塞，这是低配，低配，这还低配。以前你们还谈低配，这很柔和了。柔吗？这个很柔和，真的是。对于很多歌手来说，想要完美演绎一首歌曲，记住歌词非常重要。那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和歌词有关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太好了，有你们两个在，我记不住词。我们这一趴叫我不爱记歌词。哎，那说的就是我了。每组一名成员听写歌词，另外两名成员坐在倒影上，回答错误字数最多的一组落水，最终积分多的队伍获胜。就是空出一句嘛，歌词嘛，谁把这歌词填写的字数越多，谁就越赢嘛。是的，是的。这等会儿会不会掉水里头？洗浴队，磨蹭啥呢？没贴我吧？没贴呀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嘿嘿我刚刚感觉到这是谁贴了一下，你是你贴的，为啥是我呀？正说你，正你，来吧，咱们都跟他有个安全距离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！啊，我压力好大。请出第一首歌。阴谋，计谋的谋，阴谋阳谋。用阴谋阳谋明说。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完了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完了。你最后一个字是错的，他最后一个字是摸，不是谋。谋吧，要不然他阴谋阳谋。快快快，赶紧，他们要。不是，我看你，我看你。但最后一个字不确定是谋还是摸。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全对吗？全对。暗夺，暗夺。哦。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都出汗了，哇，这有点紧张的，这个不是我都有点紧张，会按错的，手一抖的，别你坐好了。我们上海之前你告诉我没声行吗？看我走了，我真的慌。哎呦，不行，太紧张了，差一会儿。哇！我的发型白做了，没有发型了，已经。你要帽子吗？要。王苏龙偶像包袱，180斤。来，请出歌。赤脚不害怕。可以再放一次吗？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。无所谓，扰乱我，扰乱我。稳稳的，稳稳的，这会稳稳的。体量体摆。哦，都对了，都对。哎，
太简单了，而且放太多遍了，只放一遍，导演。哎，有人说太简单了，他们在质疑。导演，我觉得你们很棒，但是有一点小毛病，就是你们放太多遍了。你们可能是太忙了，各位导演。不是对导演组放音响的那老师呢？我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，我是说你们全组，你们全组。来上歌。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，人鱼在时刻墙壁弹奏的抒情。什么东西？小朋友，小朋友们都好棒啊！老师，这回可能得再放一遍。我太年轻了。老师，刚才吧，我们队确实说的不对。还带这样的呢？用拉丁池的秘密，用拉丁池，优雅。约会不丁。哎呀，下就下吧，来吧，挺热的。我们这字儿凑的，我听到了一些字儿。对，中间有什么我什么我你，然后后面有句拉丁式的黎明。啊，拉丁式黎明。哦。也会笃定优雅的定颜色，你看你也会唱下去，唱不下去，就是也会笃定优雅的定义，反正大概齐了。乐坛的舒淇也会不停拥抱，用拉丁式的秘密。咱可能错了，人都有拉丁式的秘密，拉丁式。接下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啊，我们对了后面这几个字。拉丁式的秘密。可以稳了。哎，别改，大林子。哎，我那意思告诉大家，我对了一个的。你只对了一个的，是的。好，来准备。哎，来吧，憋口气。有点慌了，这个有点慌。肯定慌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。没事，你下去你就知道很简单。坤坤没事的，真的。没事。It's okay。现在只剩蓝队了，蓝队加油！现在就剩蓝队没下去了啊！还有几题，导演？还有几题？还有好多题，还有好多呢。啊、这直到我们下去之后就没有了，是吗？你猜对了，是吧？哎，请出歌。可以。哇，完全完蛋！就我不会啊。这蛋糕，这回蓝队总该轮到你们了吧？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我一个字没听出来吗？蛋糕，哎，简单的。不是简单的，是蛋糕啊，蛋糕啊！怎么了？我进来，他是周深告诉我的。我进来，是不是？蛋糕，鸡蛋糕是鸡蛋糕，简单的鸡蛋糕，怎么变鸡蛋糕了？我觉得是，不是，这题绝对稳了，别再下去了啊！这题绝对不会下去。这题如果我们输，我就从这六个一个下去一次。下去六次。如果这题我们输，我也六个下去一次。揭晓答案。看那边，中老年还在那商量呢。写个是不是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就算输了，再写个安慕希也没事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蛋糕的什么什么嘴角？
然后后面写了个安慕希。不是，这安慕希是怎么回事？吃蛋糕配安慕希。对啊，留在了嘴角上。对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求生欲。满满的求生欲。鸡蛋糕和你嘴角果酱，我都想要尝。鸡蛋糕甜蜜，这种果酱我都想要尝。还鸡蛋糕吧，是鸡蛋糕吧？啊，完了完了，大家可以走了。那这一组要接受惩罚的是蓝队。哦，终于到蓝队了。手放膝盖，放松放松，请注意安全。很紧张啊！我的天哪！不怕，别害怕，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等了。加油！手放膝盖。放松放松，请注意安全。很紧张啊！我的天哪！不怕，别害怕，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等了。加油！啊啊啊！天哪！哇，好可怕！看到了两个巨人。下一题是抢答题，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-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。郭耀撒，郭耀撒。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，三队抢答，谁答对了，其他两组倒下去。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。答歌名啊，行。不是这样，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，我再坐这儿来，行不行？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。可以，真的不吓不吓人，不吓人，我保护你，好吧？你保护我，我保护你。他一弹我就给你踩住了。对，行。他一弹我就下来。请出第一首歌。哎哎，剪一段时光，缓慢的流淌，流进了月色，总微微荡漾，总微微荡漾。荷塘月色。凤凰传奇的，凤凰传奇。剪一段时光，缓缓流淌。哇，周深好强啊！哎呀。玲玲要下水了，玲玲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体验。没事没事，体验，别怕别怕，关键想出来，没那么吓人。我玲玲你可以的，来。麒麟，完事了，麒麟。别上了，马上了。不是，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，凯哥手没有你们快。真听出来了？我听出来了，我跟着我拍荷塘月，荷塘月色。流进了月色，总微微荡漾。荷塘月色。凤凰传奇的。让你们那儿已经说了。有没有人还没下过水的呀？有，周深老师。来一回，真的来一回。我是个不喝水的鱼。请出歌。六。有哎。有啊。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，需要很多勇气。十天一把话都说不出去，勇气十天一把话都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有点甜，有点甜，有点甜，有点甜。有点甜。有点甜。回答错误，回答错误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一路上有你。张学友。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。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我欠你们的。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你知道吗？爱你。妈，爱你并不容易。我说怎么这么熟啊？这个游戏我们下去就结束吧。这游戏都快结束了，周深还干着呢，周深还干着呢。这样的，我们这一题不惩罚了，好吧？我们还是听歌词儿。好。为什么改再一次，就为让你下水，你知道吗？
来，请出歌。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，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。输赢享受万。我知道了，这个。只有像风捉摸不住。不住。请亮题板。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。哎，跟我们一样。像诗人上散发的香水味。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是手腕，他写的手腕，我改的是。找到了蓝队的弱项，蓝队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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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队也会输啊，这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，夸夸夸往里跳啊，你们队也有今天。现在就我错了，没有下去下吧，下吧，下吧，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。可以吗？真的不行，我来。没事，我可以，没事，我可以。这样，我在水里等着你。哇塞，小心我别撞着你，你去那儿。没事，我在水里等着你。你是一条鱼啦。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，我上来我还觉得没有回归我的大海。OK 吗，周深？我可以，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，我看不清大家。啊？冲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啊？冲池子里去了。等一下，眼镜啊？眼镜掉了。不是，是冲池子里。等我一下，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？在眼睛里，他转在了眼睛里。啊，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！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？我们最后一题啊，这首歌我们出的是李老师的歌，但是李老师你不能提醒。那等于先把李老师弄下去。好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好好好，你的歌你们上那儿干嘛？不，李老师，你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吗？坐这儿，他坐这儿。不，你小心他把那个标贴到你身上。什么标？标没有了。那为了公平，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沙溢哥，不要沙溢哥。你去那边吧，沙溢哥。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你过来。都知道我多余是不是？那不要你了。行，我在这干扰蓝队。好嘞。请出歌。有个地方睡觉吃饭。这首歌我可太熟了，这歌我真会。日夜颠倒连头困，也凑不到墙板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。日夜颠倒连头困，墙板被我砸烂，对吧？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，一碗肉。请亮题板。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。哦，都对了。哎，完了，背诵全文了。没有，写错了，写错了。我给你标个音啊。别改，别改。没改，写拼音的。哎，他们还涂了一个字儿，太过分了。咋？我他之前写的凿被我凿烂，我都看见了，讲的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吧？我知道，成语改的，就是这个。咋？这一轮答错的是粉队。哦。荣浩，你是那个队的。
我蓝色了，我蓝色了。你们不是我蓝色了，我是这个队的。刚才是他们队把我清出来了，我从那一刻跟他哥跑断臂了，是吧？我不是那支，我是蓝队的。快点的，你这你哥，你这。我来。这，你变得挺快啊。不是，你刚才答案出来了，你给哥一看，我说对，一个字都不带差的。我们是要三个一起下吗？没有，我帮你下就行，你坐着吧，加我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是吗？那坤坤替我吧，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。没事，我想玩。谢坤坤，谢坤。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，就最后一个环节哈。这怎么到我最后又成一起了呢？来，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，快！你看看现在坐在上面的，没有一个是粉队的。我不同意，我现在也不是粉队，我黑队的。我不同意，我不是黑队的，我黑队的。不行，我咱上放上去。我黑队的。没有回归我的大海，沙溢哥太惨了。沙溢哥真的是坐在哪个椅子上都是最后一个下水的，他太重了，太重抬不动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哎呀妈，就这么跑也没跑了。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蓝队。接下来先请蓝队来抽 CD 销量。哦，我们仨一人抽一个。什么？哎呦，厉害嘞！咋还有百位数呢？大了我这数啊！热销，这真热呀！目前我们那张空白唱片的贴纸已经被转移出去了，并且在一个人身上超过了一小时。现在请大家查看一下各自的手机，收到短信的成员，这张贴纸一小时之内还没有再传出去的话，我们会继续扣除50000张。什么？100张有人预定了？好的，我马上再印100张。嘿嘿嘿嘿，贴纸呢？咋的？这儿呢？不要害怕，你先别摸我。哦，没在你身上。没有，喝口安慕希壮壮胆。还给我？安慕希也剪唱片吧也？不，加唱片。是，快，赶紧，他们要不是改了，不改了啊！用阴谋阳谋明说暗，不改。Club Med 桂林度假村，这啥意思啊？哇，这是什么？那在上一轮的任务挑战之后呢，大家唱片销量的排行榜又发生了变化。先请大家查看一下手机。又有了。我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下降一名，出到倒数第二名。我跟凯哥是一个名次。我目前暂时排在第9。这还是心里会有落差的，多多少少有点难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只是一个虚拟的，就是你，尽管它虚拟的，你那个照片就不见了，你这，哎呀，就剩个小头了，哎呀。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写有空字的那张贴纸又发生了新的转移，现在计时正在进行当中。没有，就是说刚才在我们车里的时候吗？还是所以大家都在睡觉，应该不会吧？车里你都下手了？不是，车里没有摄像机啊，车上我一直睡觉来的，我啥都不知道。
上行了啊，咱可是一伙的，给哥找了，快别叫我说话。那不是这人不知道哪整啊，咋整啊，这人啊。反正哥，你衣服上是真没有，衣服上真没有。脸上呢？脸上应该没有。脸上有没有？你自己说话，你不理感觉吗？你发生了变化啊？哎呀，太粗鲁了！不，你们贴哪儿了？先说游戏吧，别耽误大伙进度。炎炎夏日呢，最悠哉的时光就是听着好听的音乐在吊床上面发呆。哦，可以。所以这项任务呢，就是要在这个吊床上完成一个360度的转身。哇！哎呀，掉下来就失败了。这个怎么能做到呢？哥肯定能过，你肯定过不了。哥准备上作业帮直播课查一下怎么能过。这作业帮直播课可了不得，这里的老师那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。从蓝队先开始吧。行，我觉得体重大的可能会比较吃亏。对吧？对。你先躺上，我帮你扶稳。丑哥你。凯哥你别笑人家，你跟陈哥差不多的重量。你先躺，先找一个支撑点。像一个巨婴，你知道吗？儿哥，请准备。不对，你应该往里，你应该往那边偏。对。脚啊！他重新捅你了。哎呀妈！太感动了，看真的。这完全是一个康复训练，这个陈哥加油！我要站起来！哇，好感动，好心酸呐、啊，真的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。好，慢点，慢。看到这样的结果很让人难过，你是你说这么大岁数，你这好，陈哥挑战失败，没有成绩。我先来了，感觉谁都完成不了，我觉得这太难了。这就要翻，就不行啊？行吗？感觉连坐上去都有困难啊。好，准备。坚强啊，坚强！完了，要稳住，别着急，稳住，别着急，一下，走，要成功的样子，李老师，哎呦，哎，不错、啊，我这下行，这下扒住可以，自立啊，要自立，我躺平就可以了是吧？这个姿势很优雅，姿势非常的婀娜，左手还能不能动啊？这左手是能用的还是不能用的？不要不行，不要乱动，就是这只手是可用啊，可用。现在特别适合播李老师的《假如我年少》。加油，为父自卑。墙板被砸烂，你都记得。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不过时间用的比较久，李老师用时1分44秒。好的，我试试吧。哇，这个太软了吧也。你先。对。对。慢点。我的。太急躁。不是，这太不稳了，我还没躺上去。我帮你顾一下。就试一下。原来这个这么难。好，接下来的生活就靠你自己了，加油！就帮你到这儿。好，加油，请准备。哇！他赢了！哇！完了！哎，这么灵活呀！我还没看见，可以再表演一次吗？这么快就迎来了我的高光时刻吗？哦，可他这是奔着十圈去的。他赢了！哇！有天分，你是个大泥鳅，不是大鱼。接下来请白队吧，我先试一把，好，好吧。
道这次不算。坤坤准备。坤儿啊，大意了啊，翻车现场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再来一个，再来点，可以，还是不能太着急，对，不能太着急还是不行。核心稳住，核心 OK 的，没问题。哎 ，OK。小心！先把腿弄了，先对，先过腿。蜘蛛人，真的，我这不行，我这没成功。这样，咱把试的那个剪进去，把试的那个剪进去。海哥上去这个会不会断了呀？屁股已经粘上了就算输，对吧？请准备。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睡吧。这都算时间的啊，你就在这给我俩作秀啊，都算的啊。别，快去，别动了，别动，都算的啊。凯哥，正经，认真的啊，认真。肖亮，你来个利索的，利索的哈，直接肉肉就一下，咻一下，对，咻。好，我试试啊，你准备。咻。哎呦，再转上身，哇，先把脚转过来。不行，要输了就是了。他好厉害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点，不着急。快了已经。可以。哎呦，都行啊！我们保完成率。那我先来。请准备。欲速则不达。请准备。我感觉轻盈的那个。可以。王红，我服你，下来。到一个小时了吗？哎，他到一个小时了吗？一个小时，走了。沙哥，你弄弄你的鞋，看舒服不？你把鞋脱了是不是？不，鞋可以。鞋可以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行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咋的了？我说你鞋，要不然紧紧鞋带啥的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在他那儿呢，咋回事啊？这怎么还能粘鞋上呢？你上哪儿走去了？你怎么净不挑那好道走呢？先放这儿啊，我坐完呢。请准备。哇！我要站起来，好感动！我要站起来。刚用11秒。天哪，我要哭了。鞋上长。说让你脱鞋吧，你非不脱。好，恭喜白队这一轮获胜，你们可以从最高的奖池当中来抽取你们的唱片销量。太开心了。哇。刚才我们的空白贴纸在沙溢哥身上停留时间超过了1小时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你的唱片销量当中扣除50000张，放进公共奖池，够吗？这是负多少张？啊，就够这一回的。那我们出发去进行下一个挑战。
我以为七秒已经是极限了，这只要来了个四秒，太过分了。我这一分44秒是怎么弄的？我还掉下去了呢。你俩你咋能这样？对吧？总得要一个吗？对啊。就舍得老同志了，他使劲拦不住啊，他们。那你是主机位是咋回事？他们逼着我弄的，不然这样哥，你把那个给我。我有新的了。哎，对，我现在在听你。这你听我好嘞。完，你装睡着。别带。好，现在开始计时，现在开始计时，一个小时内啊。我觉得这个标现在在沙哥身上，对，他有可能把标给汪苏泷或者是 baby 姐，然后因为他们俩嫌疑小，然后咱们下车以后就不光要小心沙老师一个人，咱们要小心的是分队的三个人。对，对，其实我们贴人也得想个贴，对，你得把前几名都贴下来。对，那我看一下，现在第一名是谁？哇，我是第一呀！贴他，贴这个。哎呀，咱们是一个队的兄弟们。我刚说了，咱们不要贴前三的，对吧？咱们这车那个带语音对话的，优米，我给你试一下啊，龙龙啊，优米。知道汪苏泷吗？我最喜欢听他的万有引力呢。放一首龙龙的万有引力。时间很方便。哎，没意思过。骑奔腾 GT Strong 是引力座驾，外观还很有吸引力哦。我们一汽奔腾 T77 Pro 现在是 1.5T， 不仅动力升级，而且还节能省油，为中国一汽自主品牌取得的成绩骄傲。哦，在这儿呢。这又是啥？这啥情况？哦，Hello，大家好。这么大阵仗啊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呀？KTV。这是要唱歌吗？这个我完了。没事。他不知道他唱什么歌。对于歌手来说，能开一场演唱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是常常会遇到快速换服装的挑战。哇，换衣服！手忙脚乱的演唱会，三队轮流表演歌曲，成员需要用歌曲前奏的时间换上指定的表演服装，大幕拉开后登上旋转话筒舞台进行表演，并接受大众评审的投票，得票最高的队伍。获胜！那我们先从蓝队开始吧，其他成员在观看区就坐。蓝队挑战，当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哎呀，这么可爱吗？这个好久啊。对呀。哦，这么快。哦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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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山峰，当山峰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。他俩来主唱的太好听了吧？不能和你分手，等你的温柔，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这没有扣的。
当春夏秋冬日来变换，全部丢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收下最大的眷恋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青春是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醉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落了俩帽子，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，我不知道有帽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？因为这个小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没犹豫，我就去穿这一套。接下来请观众评审打分。哇，这么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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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东西好像不在小蔡的身上。啊？不在吗？是不是挂衣服上了？去哪儿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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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身上都没有。粉队挑战最炫民族风，请准备。走，这啥玩意儿？这啥玩意儿？这是什么什么？哎，你得脱鞋，得脱鞋！完了，我鞋拿不出来了，我得出去了。茫茫的天。家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终究望开。山路总是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我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大家再不给点掌声，我们就真不行了。我，但这首歌太适合你了，好适合你啊！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忍不住去摘呀，忍不住去摘。我把老命都豁上去。好，本队的表演结束，接下来请投票。也没几个呀，这也。举手的小姐姐都是最美的小姐姐。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。
接下来要请白队进行挑战。来，白队挑战《好汉歌》，请准备。我去，这有点不像话。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天！我去，这裤子要换吗？啊！我去，这有点不像话。我的天哪！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真美啊。到我在那边，向北走啊，风风火火咱就走啊，我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全都有啊，你我连根本好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带起手势就停手啊，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好适合郭麒麟，来出手出手，火火闯九州啊，二幺嘿嘿，二幺不见不平一个呀，嘿嘿一个呀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来来造起来造起来，兄弟们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参北斗啊，十指将一碗酒中说走咱就走啊，这都啊一二呀，嘿嘿一二呀，一上套路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带走唱就走，哎我咋没有啊，嘿嘿穿九州啊，嘿嘿嘿嘿嘿，嘿请掌声，哎我们请评审进行打分，加演 lover， 加演 lover 情人是吗，我的心在小鹿乱撞，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，抱你到天亮，请举牌，耶你看 yes 都这样了，这边还是没有，差一点，哎呀看你身上，我看你后背还在他那儿，但浩哥刚才说还没了，现在老要看看我的鞋底，好害怕，你这么一说对应该都得去，这你的鞋底，嗯，真的假的，太可怕了，咋的了，周深的鞋底，这周深鞋底谁弄的，郑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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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不用贴，放进去，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太难了。谢谢。太不容易了，我们太不容易了，这一组太不容易了，艰难。你们的节目太吓人了。恭喜粉队在这项任务当中获胜，终于赢了。现在请来抽取你们唱片销量。走上人生巅峰了，走到这里啊，我真的我们也有精品，目前我们那张空白唱片的贴纸已经被转移出去了，现在赶紧找，现在大家都要看鞋底，如果这张贴纸在你身上超过一个小时，你就要从你的唱片销量当中扣除50000。
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也算，包也算。哎呀，是你吗？困了就睡吧，陈哥，没事，我帮你看看。我觉得那凯哥让他睡会儿，我睡会儿。对，凯哥来了，我最安全，我最踏实。所有人都这样吗？不敢了，我睡看着你眼睛真的像透明。大家来到今天终极任务的场地桂林万象城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终极任务，也是我们这一季的第一次撕名牌。耶，撕名牌嘞！撕就完事了，撕掉别人的名牌就可以进入豪华 KTV 休息。越早进入 KTV 的人可以赢得更多的唱片销量，而被撕掉的人需要留在场上继续战斗。撕名牌时限为一小时，只要撕掉一个人就可以进去。是的，所以被撕还不能玩，还得接着给你贴上，让他进去。好惨啊！被撕掉名牌还要留在场上接着被撕，是因为我的加入你们才更改游戏规则吧？我预计会有几个羔羊一直，谁见着谁追。今天的撕名牌的过程当中，只有写的空字这张贴纸的人。只能通过撕名牌的方式将贴纸传出去。好简单呐、啊！贴纸转移的时限缩短到15分钟。如果15分钟之内没有将贴纸转移，那么这个人会扣除他的50000张唱片销量。你们给了我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李老师，因为你在我们的唱片销量排行榜上排名第一。所以你可以直接进入休息室。啊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哪里？我在那边等你们，点好歌等你们。好的，李老师。一会儿好了，一会儿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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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终极任务马上开始。开始了吗？我不打算跑，没有一战之力。我们砂锅菜需要一场对决。你们啊！激烈了！我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我不想玩，太可怕了！恭喜李老师，你是第一个进入豪华 KTV 包厢的人，所以你可以获得25万张唱片。啊，是啊，是。哎，里面还有个这个。KTV 房间里又出现了新的空白贴纸，等一下有成员进来之后。15分钟之内把它传出去，要不然我们也会从你的唱片里面扣除50000张。好，明白了。喝杯酸奶，这边有新做的。好，我来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阿木西芝士波波球，是由丰富的水果还有爆浆的芝士球的阿木西酸奶制作而成的。好，这个吧，让大厨推荐的。哎，我这手机怎么没电呀？我怎么接受导演组信息啊？充会儿电。有没有女朋友呢？那哥给介绍一个。怎么不相信我的眼光吗？哟呵，你这手机怎么充那么快呢？咱这 OPPO 手机，这刚充2分钟，你看，11%了已经。咱 OPPO 升级了，充电5分钟，刷剧4小时。我天哪，这 OPPO 手机太给力了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知道吧？这个体重，就是为了今天。凯哥太胖了，
沙溢老师，我觉得我也能撕，但是就是老父亲的慈祥让我真的不忍心撕。我不打算跑了，我打算正面刚，遇到谁跟谁刚，跑太懦弱了。好紧张。其实新 MC 之间需要一场对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砂锅菜之间是时候一决高下了。是不是开始不了呢？搬迁我这样他们忍心撕我吗？我这怪弱小的。拜托拜托别撕我。空字这张贴纸的人只能通过撕名牌的方式将贴纸传出去。郑恺，郑恺肯定会藏起来。不是，不要变焦，定焦，对，定住一个脸或者眼睛都行，然后拉出去一个大圈。来吧，往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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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，这是李晨吗？看不见，李晨吗？这叫什么什么玩意儿？你要不跑？啊？你走的是另一条楼梯啊？哎，晨哥！你妈！哎，晨哥！我不想玩了，我不想玩，太可怕了。郭玲，你谁都没见呢，跑得呼哧带喘的，你说你？我见着他了，我在那边见着的他。谁呀？晨哥呀。晨哥在上楼。晨哥在上面。恭喜李晨胜出。啊？你要不跑、啊、你走的是另一条楼梯啊。晨儿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。真的？那你等会儿我啊。有人主动请缨。对啊，但是不知道他现在胖了之后你们俩谁能撕得过谁哦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个体重就是为了今天左上下掏式，得让肌肉习惯那个动作和那个速度，你知道吗？开场一分钟就开始撕了，开始就撕！哇哇哇！我要去观战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天哪！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啊！哇塞！结束了。
太快了吧！传给我了。你们一定要在第一秒钟就撕吗？他们的正面对决已经攒了好几集了。我们已经攒了好几集了。这个麦，他自己说你过来呀。嗯，那我就过来吧。请进入豪华 ATV。 你还能撕吗？我可以啊。你为什么还能撕？因为我还在啊。啊？小坤，海哥，下次吧，我先练练。周深跟小耗子似的在那蹲着呢，周深太瘦小了，我咋能撕周深呢？好，我撕郭麒麟。我现在只想跟郭麒麟一比高下。我先找郭麒麟来一次吧。怎么样？暂时先不要撕我，好不好？你跟我撕，你又不一定输。我看你，我恐惧。让我先躲会儿。这个商场上上下下都可以去是吧？大家都想撕郭麒麟。撕起来吧，撕起来吧。郭麒麟在哪儿？应该在二楼吧，下去找找他。有、哦。精彩的撕名牌大战啊，记录下来。我说，熟悉的地方和你，谢谢。别碰我啊！不碰你。你怎么？你连我都不信任？我帮你搞定一个人。好啊，我不撕你。我说不撕你就不撕。跟我撕啊！别跟我撕，我求求了。谢谢大家了。怎么所有人都找你、啊？我服了，我服了。姐有点累。跟我撕不累，说不定你能进去了呢。来，咱俩空放这儿，好吧、啊？好好好，来。你呢？让弟弟歇。不用跑，不用跑，不用跑，就直接撕就好了。我要姐，等会儿，我先歇会儿，我先歇一会儿。别怂，郭麒麟。先生，还要休息多久？放我进去。我不想跟他们玩了。海哥来了，哎呀！最强王者来了。怎么谁都撕你啊？这排队呢，现在都跟这儿。你这人缘也太好了吧！又少了五万，在凯哥那儿是吧？哎呀！哎呀！不是，不行，不是。我帮你搞定一个人。
好啊，不行了。哎呀，海哥，我跟你来。海哥，我跟你来。我跟你来。你跟我来啊！我跟你来，来，快点！我不行，我贴纸，我这个受不了了。好 man！ 我可是第一次撕啊，我从来没撕过，我没经验。所以我教教你嘛。我可是第一次撕啊，我从来没撕过，我没经验。所以我教教你嘛。哦哦！哇！最强者，哟！凯哥，别哭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的，人胖了不太灵敏，毕竟你是连我也撕不过的人。我要去反省一下，不要理我啊！不要理我。凯哥太惨了。三位成员，其实我们这个 KTV 房间里又出现了新的空白贴纸。到处是坑啊！现在贴纸在谁身上，我们会给这个成员发短信。贴我哪儿了？回去门先贴上一个。欢迎光临东大门的里面去。我不知为何。他到里面去，到里面坐，到里面坐。因为刚才贴纸在陈哥身上，十五分钟之内你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要在你的唱片里扣除50000张。你把谁呀、哎？你把谁？你把谁撕了？你猜一下，你又把郭麒麟撕了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想撕郭麒麟，我就没撕过去。王苏龙是吧？郑恺，真我，郑恺又被撕了，撕两回了。有没有奖励？有，有奖励，有奖励。有奖励，有奖励。恭喜坤坤是第三位进到 KTV 包厢里的。可以获得170000张唱片。哇哦，谢谢。我有点累，说实话，我跟人刚才撕一轮了，要不你俩先撕一轮。行，那来吧，周深老师。行吧，郭麒麟真的是进脚，不参加但进在脚。不是，我那意思，我先看看。来，开始喽。嗯。你的爱这次就开始？你这么积极的吗？我不想，我还没发芽。我不想。哎，周深。哎呦！哇！哇塞！哇塞哇塞！哇塞！激烈的。
我现在是太强了，太强了！真的是可以的。来，加油，等你们哟！苏龙，啊！苏龙，啊！你干嘛？王苏龙，我总是在进攻的时候忘了防守。你怎么去撕他了呢？他忘了刚才我们是怎么说的了吗？我们两个先结个盟，到郭麒麟面前，假装互撕，接近他的时候，我俩一起扑向他，可以吧？喜欢凯哥，扑向他，听说吗？这就相当于打团战的时候，都说先打脆皮。他非冲着肉盾身上客气了，对，就一劲儿干我。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主要是刚才啊，郑恺跟汪苏泷这个计谋啊，真的太老掉牙了吧？他们这样跑过来，是傻的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想干嘛呀？他俩是在演吗？等会儿，我觉得像。太小看我们了。你看，我又扣了，我没有希望了。你俩干啥呢？你俩商量好一起撕我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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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演。干啥呀？撕呀！怎么着？你做好面对两个人的准备了？对呀，来吧，那就来来。哎，这就是哎。哎！没掉吧？没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怪吓人的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来，等缓一会儿，等缓一会儿。哎！你咋没有？没有一战之力，一战之力都没有。那么快呀？你往地上躺啊！你躺啊！走，请我去，请我去。来吧，最后还是咱俩。来换个地儿吧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在我们现在这个 KTV 包厢里又出现了新的空白贴纸。现在贴纸在谁身上，我们会给这个成员发短信。贴纸在这位成员身上已经过了15分钟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他的唱片销量里扣除5万张。所有人今天回家都那儿，别碰我，走开。应该不是我吧？我进来还没到15分钟。今天晚上做梦都是，做梦都是这个，对，是我。就是你，没错，就是你。有没有奖励？有，有有有有奖励，有奖励，有奖励，有奖励。耶！谢谢。哪里边就是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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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啥呢？凯哥撕了谁？凯哥，汪苏泷。汪苏泷被撕了3次。哦。汪苏泷被撕3次了。他俩两个撕我一个。看看你名牌。才9万张啊！
我扣就扣了10万张了，你还给我9万张，一共呢？一共也没多少。小心会继续扣啊。不会了，我就给他了嘛，扣完我就给他了。真的不忍心再欺负你了，我很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但我又不能说，你自己感受一下好吗？什么秘密？但愿你的眼睛能看见你背后。但愿你有我看见了，就那个空啊，不是空，不是无效了吗？我已经进来了。你不觉得这种安静有点可怕吗？我觉得了，什么意思？凯，有俩，有俩。这屋还有俩，叫人间。哎呀，你们啊！无辜不代表你懵懂。我跟你说啊，从今往后每一期跑男都把空加进去，我憋死你们了，累不累？贴一整天，还贴。还有浓浓安慕希，还有咖啡味道的，只是波波球的。安慕希多呀多好喝，最后还是走到这里，这回没了墨迹了，没墨迹就只能咱俩了，对吧？从我内心讲，我觉得琳琳不弱，你在我心你是这个，你是，哎，你晨儿哥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你比他还厉害，你是这个。来吧来吧来吧了，大家就酣畅淋漓的撕一场，人观众期待是这个，谁看墨迹啊？对，那想看那种是碰撞、力量感、年轻、肌肉。大家都这么刚，这么血性，酣畅淋漓的撕一场。哎呀，你来，你一点，你有点斗志，应该歇会儿，先谈谈心。咱俩一谈起来可就墨迹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俩是啥人。我知道。来吧，来吧。我先等会儿，我先撑着，先撑着，我别一会儿我这一时劲撕坏了。距离游戏结束，还剩最后5分钟。你看，都催咱俩了，来吧。我汪苏泷没别的，我就是骑士咔嚓。完了。斗机会吧。跟我来这一套。来吧，我真做好准备了，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啊，怪累的，该收工了。别整了。来吧，你来呀，电光火石的事儿，要不你快点给我撕了吧？倒也不是不可以，这还真是太难了。30秒，来吧，我真做好准备了，来吧，等吧。这次真的可以了。这样，再说就算了，30秒才对。行。整呗，来吧。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锁我是不？这成啥了？人还拍着呢，我也没干啥呀。咱拉开行不？拉开。裁判先入场。这样我是摇奖吗？你撕我吧。
限时截止，游戏结束。今天撕名牌最终的结果，第一张贴纸现在是在汪苏泷身上，然后另外在我们的 KTV 包厢里还有一张空的贴纸，凯凯身上，就要在你们的唱片销量中扣出50,000张，放入我们的公共奖池。可以，我都没了吧？现在公共奖池里已经累计了40万张唱片的销量。哇！哎呀，大奖啊！就谁抽着就是谁，是不是？对，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大家的唱片销量情况。哇，70万张！天哪！试问，排在这儿有什么意义？哎，你抽到40你就第一啊！从我开始，抽40就是第一。对对，我们按照唱片的销量排行榜，最后一位，凯哥，你要上转盘来为大家摇出今天这个幸运大奖。我跟你说，我势在必得，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头上。我是一根针。你只是一根针。由我们的目前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李老师，你来喊什么时候停？啊。来，准备。等一下。马上启动了，3、2、1。啊啊！哦哦哦哦！啊啊啊！你看他的脸有变化的颜色。我充血，充血，还来，越来越红。我是上厕所。对了。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停，可以了。你现在可以选两个，你摇个头就会改变。这边。老沙这一天呀，哎呀。哎呀，逆袭了。可以。金曲榜榜首。啊。看来我是被一个演艺耽误的好歌手啊。恭喜前三名，你们可以获得由 MC 为你们准备的金唱片。哎呀妈呀，啊，是金的呀，纯金的啊。哎呀妈呀，金的纯金唱片。奔跑吧音乐，解锁精彩花絮彩蓝，欢迎登录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、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网易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中国网、Zucker、腾讯看点等平台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。感谢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，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奔跑吧，打开今日头条搜索奔跑吧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上腾讯新闻客户端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百家号、微视搜索奔跑。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。我不需要停歇 ，We run，We run，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，大雨中我也在奔跑。